香蕉肉质软糯糯，香甜可口。哦，常食香蕉不仅有益于大脑，预防神经疲劳，还有润肺止咳，防止便秘的作用。香蕉还含有相当多的钾和镁，钾能防止血压上升，及肌肉痉挛，而镁则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此外，因为香蕉是低卡路里的食品，就算是正在减肥的人，也能毫不担心地尽情食用，然而，好吃的香蕉保存可以不容易的。香蕉买回家，漂亮的黄色香蕉一大把没几天就变得黑乎乎的不仅颜色丑得要命摸起来也是软乎乎的成了不愿意碰的烂香蕉这些还剩余不少的烂香蕉，可是做盆栽的好东西。简单的几招就可以在家里弄一盆盆栽。不仅仅漂亮，还可以吃到新鲜的香蕉呢。香蕉树方是美丽，花与果极具赏识性。香蕉成长的室温为24-32度，最适温度为27度。若气温在此范围内的天数越多，抽蕾越早，产值越高。将香蕉插到土中，等候发芽。上肥，盆栽香蕉上肥期间和次数要联系香蕉的成长进程。成长发育中期花芽分化期需求化肥最多，其次为前期营养成长期，后期挂果期较少。